这个是那个柠檬酸辣笋丝儿，柠檬味儿。这个断货好久了，现在终于有货了。就是酸酸的，然后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金大洲的那个金针菇，知道吧？成袋那个，有点跟那个味道很像，但是要比那个酸，那个味道酸一点。所以是柠檬腌制的啊。这个回家你们有五五鸡爪的，把这个泡到你五五鸡爪里头，老好吃了。我昨天是配着螺蛳粉吃的，好好吃，酸酸辣辣的啊，非常下饭，开胃。小笋丝儿，然后就给你们发这么大罐啊，六罐，我这里边是一罐啊，我这盘里面是一罐，一罐就很多。里边还有这种小泡椒、柠檬，太好吃了！这个夏天你放到冰箱里啊，冰一冰，凉一凉，非常开胃。而且它这个笋很嫩。一点都不老，还非常脆。